它可以代表来宾的情绪，啊，它可以代表，啊，它可以代表，啊，它可以代表。啊Magic。其实接下来欢迎的这一位哦，真的是默默有支持周杰伦的人，叶惠美女士，赶快欢迎你。听妈妈的话。变个周花看一下啊啊。你平常模仿周杰伦，你怎么在节目上面比较放不开？你要叫我妈啊，妈妈。OK 了 ，OK 了。来，周妈妈，麻烦抽一张牌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好 ，OK， 把它放进来。好，在这边快速的洗牌。然后呢，我转一圈之后，我的牌呢就会在我的口袋里面。我帮你那边。我是你妈，你怕什么？如果有出现一张牌在口袋，你会不会尖叫？妈妈，请捡起来一下。哇，这是要掌声。过来，快速拿出压箱宝。好，来，这放过来。来了，我拿其中一个走。好，请问还剩几个？一个。还剩一个，对。大家看一下。哎呦，哎，变两个了。哎，这时候要掌声了。哦，又没了。还没了。这是一粒豆豆，这是面子。是。我把面子，好。塞进去有特写吧哈，然后这粒豆豆呢放进去，很屌，一二三盖住，一个烧麦，我不吃了。我听说你都不穿内裤的，就平常比较不会去穿了。你说现在在这个录影棚的现场是这样子的吗 ？Right now 你没穿内裤。你采访吗？这样不会卡到吗？真的没有哎。对对对，对，差不多。赶快把裤子脱了。我爱就爱错就错，为你为爱等待。耶，我想哭哭不出来，等到思念再好了，算了，我哭。开始写先走。